走反了，该走那边好吧？你走反了，阿雷。你这里有什么吃的吗？因为我们那个今天我爸爸要给煮饭。这些是什么？他们说炒蔬菜。我要蔬菜，有没有蔬菜？因为要有很多人。妈妈，他背的这个我爷。爷，你爷爷拿他背的这个。爷。我现在有好多蔬菜了，谢谢阿姨们，谢谢奶奶。这篮子有点重。鸡蛋，有个鸡蛋，两个。你帮我提一下吗？我实在累不动了。你有什么吃的给我一点行吗？因为我爸爸要做饭，所以你能给我一些蔬菜吗？